自古到今，华人走遍世界各地，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都会把自己的文化保留，并且世代双传。有些文化会随着移民而消失，但是这并没有在华人身上出现。反之，华人文化在世界各地，例如三藩市、温哥华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墨尔本及悉尼等，都能继续能发扬光大。究竟华人文化在海外是怎么样的生存和延续的呢？这都归功于它文化的非凡的适应力。